哈柔及美们，今天我们来盲选帅哥。我之前做了一个盲选小姐姐，现在我们又来啦。如果你们心动的话，就在评论区里说我心动了，导演上图片。好的，开始选。红猪头你先选。我选第二个吧。双马尾该你选了。我选第三个。该我选了，那我就选第四个。王二狗该你选了。我只能选第一个了。好了，我们都选完了。我们先放谁的呢？肯定是我呀，因为我是第一个。那好，就放你的。哇，好奶呀。是呀是呀，是个小奶狗。有请第二位。哇哇哇，好像霸道总裁。还有他的侧颜也太好看了。有请第三位。感觉他的衣服挺好看的，也不露脸。有请最后一位，是我的。哇哇哇，是我喜欢的小狼狗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灰灰，还想让我做什么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